Hey，Xen Showtime， 麦克风测试 ，Xen， 起立，立正，敬礼，欢迎来到小千的中文小教室，又开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集的系列了，耶耶耶！今天要教大家的字是江江，这个字念作和，和而和，二声和，有检验、查核的意思，常用于公文或法律文件，例如检核。有趣的是，除了正式文书外，也有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词哦。例如核物，核物是指有果核的水果。别再说我想吃桃子了，下次来试试看我玉石核物，保证大家都会对你刮目相看哦。今天的惹废片时间结束，拜拜。